大家好，这是一只气球做的兔子。然后今天我将会跟左老师来学习如何去做一只气球做的兔子。然后老师说很简单，开始吧。然后首先就是两个6寸的尾巴球，比较大一点的这个球是头部啊，小一点的是身体哦。然后我们现在学就是它的头身比这么差。然后你写这个，我们做它中间的这个手部啊。捏着四指左右。四指。对。转吗？不转，折过来。这样是吗？对，折过来。啊。折过来之后，在这个平等位置，这个女的啊。放心，你用力捏它没关系的，随便捏。哦。随便捏。哦。然后这个球嘴，给它拽过来，拽过来。嗯，拨匀几圈之后，然后从中间这个缝里把它穿过来，用力拽。嗯，然后呢？然后哦，它就卡住了。对。四指的地方。对。对折。对。然后再捏，同样四指的地方。然后嘞，这里面有气球尾巴了耶。这两个转圈，直接在这个节点这里转。这两个直接这样转。放心大胆的你。哎呦，这真的好的气球好坚强，我们再看气球就行，直接剪就行是吧？捏住剪掉，好。把它都进去，给它放下。再住，不要松手。嗯。松手，然后你剪的这个球嘴，嗯，把它揪出来，打上结，跟它打个结。早上看留长一点，这就好了。好了。这就是兔耳朵。好的，暂时也不知道，再拿另外一个气球，相同的一样做，但是这个会长一点。好，四指对，变成6指。六指，对，把气放掉。捏住，然后打手，打个结。哦，对，用刚才在那个地方打结。等我打完结再看啊。好的。哪里？没事，我已经上回去。好的，我结束了。然后第三个长的气球，8指。哦，是哦，它这边可以。熟悉的，好像就感觉它很安全哎。对啊。也是一样的操作是吧？先对折，再转。先对折，再转。然后用这个把它彻底牵过来，对，转几圈，转三圈，哦，上面那个转就好了，然后自己这个再过来，哦，我已经开始有一些节奏了，三个，先对折，这就是没点了怎么办？也可以哈。是这个意思吗？然后现在把它剪掉了，再跟那个头打个结。对 ，OK。它怎么会喷出白色的气体？粉粉，真的是无语。要怎么拼呢？兔耳朵最大的这个，就是你刚刚最大的这个。对，把你那个大头那个朝上抬过去，你就不管怎么样，随便你绕。好，小的部分就用中等那个，最小的那个，最小的这个啊，分别绕左右两边哈。对。哦，有那个意思了。有那个意思，最后一个了。一样的是吗？对，一样的，跟那个跟耳朵一样。对。哦，要成功了，怎么装饰它呢？哦，这也是那个气球的那个吹嘴。对。那我给它画一个动漫眼。好，成功啦！祝大家
兔年吉祥，这是我们老师做的，还不错耶。兔年吉祥，好事成双。由于老师夸我非常有天赋，我决定挑战一条气球做小熊。为什么呢？我就要拿那个。软。没事，我可以排排气嘛。这叫排气吗？叫什么？挤气。排气。排气。排排气。排气。应该是挑战不闭眼。哎，挑战不闭眼失败。一直在闭眼。两个两指半的球。这么残忍的吗？看不到耳朵出来。看我的眼，我的脸部狰狞了。可以吗？这个真的是可以这样直接捏出来的。啊！啊！呜呜呜呜！你看他们都在捂耳朵啊！哇塞，他这么的有韧性啊！我们每个人都要向这个气球学习。OK， 往下卡了这个，哇，又成功了！哦，它的正面在这里是吗？不太好吧？不是跟我说。不会爆吗？没事，我再给你接一个。不用，没事，我觉得这样就很可爱。老师，老师，不是说不会爆吗？而且我爆的还是从头啊。没有啊。吓死我了！你直接在上面接。成功在哪里？哦哦哦哦哦，这里是脸。祝大家兔年吉祥，就看这个吧。其实我也成功了的。那你是成功了。祝大家，跟他也没什么关系。祝大家兔年吉祥，耶、yeah ！到此结束。谢谢老师，呀、yeah ！这个真的是绝了，怎么会爆了两次？